暂时打住，让我们来看今晚的新闻热搜。卫生部104台呼吸机无法正常操作，台里说我之前部长感动了。100令吉电子钱包使爱国大军1000万人受贿，副部长说史无前例。旺赛哥错装前进不起先，无关宗教，公共场合喝醉就不恰当。副委长说城市父母忙工作，孩子吃快餐，发育迟缓。疑似有人增加化妆品网络，这次真乖。今晚绿幕森林国家停止放女性的出口石油和食品。好的，看过新闻的时候，我结婚了。Okay.